我选择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勇敢尝试一条不同的路。这项工作需要相当的一个技术和经验的累积才能够胜任，所以未来我们是非常需要验化。感谢政府这个方案推动，看他这阵子变得这么努力，不管未来要升学或就业，我们都会支持他。念华要加油，好。